您关心啊，这连拍四集的好莱坞动画片《史瑞克》拍够了吗？还没，因为梦工厂他们又将要推出《史瑞克》的外传《邪猫剑客》了。帮这部动画配音的安东尼·班德拉斯还有沙马·海耶克，他们这回也现身法国坎城帮电影来造戏。在坎城炙热的艳阳下，竟然有群女郎跳起勃朗明歌舞，让坎城海滩显得热力四射。不过，真正让现场气氛热到最高点的是大明星沙马·海耶克。身穿低胸紧身大红洋装的沙马·海耶克一现身，立刻谋杀不少底片。但他还和男主角安东尼·班德拉斯一起跑到片商搭建的超级大皮靴上，大声叫喊 ：“Hello, Cannes! Hello, Hello, Echo, Echo!” That's awesome.This is great. I'm usually the shortest person in the room, and I'm very tall now. I love it. 这两位大明星之所以去坎城凑热闹，是因为连拍四集的史瑞克似乎还没有让影迷看够。现在连史瑞克里人气很高的邪猫剑客也有电影。啊哈！邪猫剑客目前仍在加紧赶工，这部片预定年底才会上映。不过梦工厂显然对史瑞克系列深具信心，邪猫剑客还没拍完，宣传活动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。看来这两位大明星接下来还有很多宣传行程要跑。中天新闻华尔街报道。